找到了那只鬼，你想不想知道他是谁？是不是吓着了？她是一个好女人，跟了我7年呢。知道吗？你认得他吗？他也是鬼。他是你同事吧？我不知道。当差的做事比我们还混蛋。阿山，你先回去，我的家事让我自己处理。想到最亲近的人竟然就是出卖我的人，把他给我拉出来。放了他！你再说一次。我说放了他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清楚。我叫你放了他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一个女人，用枪指着我？林叔，账本不见了。起来。你先走，走。阿山，你别乱来。抓住他。